职要砍，而且把整个供需条件弄得非常非常恶劣，比国民党更有甚至，一个财团来控伊，所有的阮的劳工，阮的教育，都来受损。劳工团体一直抗争到现在，那在今年立法院把这个部分就是退回给行政院。那在6月21号，如果劳动部这边没有再做出一个反应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失效，表示说这个国定七天假我们劳工就要回来这七天假。但是劳动部长在新政府上台以后，也就是说在5月下旬，他大动作的在媒体上宣布，他认为说一例一休就可以达到双休二日，然后预备要修改劳基法那这个部分就造成的一个工商团体的一个反弹，他们觉得说那这样我企业就要出走，结果发现到6月1号的时候，他们去跟这个工商团体做协商，包括经济部，包括听说民进党的立法院的总召柯建铭去做协商，然后有一个劳基法的一个草案出来那资方第二天出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同意我们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上个礼拜接到今天劳动部要开会一个消息，然后有看到这个草案，才发现说这个草案真的是不简单。郭芳宇上台就后来跟大家说，跟社会宣告天下说七天假还给劳工，但是我们所有劳工眼睛都瞪得亮亮的，到现在我发现一件事情，郭芳宇根本没有把七天假还给劳工，实质上就是要砍价。我想请问，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进党一样反对七天假被砍，但到现在，为什么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却还是要把七天假砍掉？是第一个我们要反对的。而现在他们在里面谈的，在开的会里面就明确的要提到说，七天假部分删除掉，回归内政部，而内政部现在指定的就没有那七天假，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看劳动部把七天假砍掉，到底给了什么配套措施？蔡英文曾经承诺公道说，假使没有保证所有人权益不受损之前，他绝对不会把七天假砍掉。但是我们看到劳动部现在提的配套措施里面很简单，叫一例一休，而且跟大家报告，这个休并不是所谓我们以前理解的休假，而是所谓的休息日，是劳动部新创的一个概念。而休息日跟休假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原来我们今天如果国定假日上班的话，我们要有一倍工资，至少就加倍给付劳动部解释叫做多一倍工资那我请问大家，我们工作必须要8小时才能够一日工资吗？没有，我们今天只要假日加班，不论加班几小时，我们都有一天的，至少都有一天的工资。而现在郭芳宇的修法版本里面，他的一休休息日里面是按时间来算的，换句话说，他这个休息日完全是要为了资方解套，让所有的加班没有办法在一般时间加班的，因为一般时间至少要1:33，这边也复杂，但简单讲，他为了要让休息日真正的可以上班，他做了很多样的乱七八糟一堆动作，一例一休根本是谎言。我们要回到的是，你先把假砍掉了，你还不让真的劳工来休假，所谓的周休日根本是谎言。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这边抗争非常简单，郭芳宇他上台敢那样讲，我们就敢出来抗争。工时下降有几种做法，真正让劳工放假，工时就下降，所以他说我们现在让它变成周休二日，工时就下降了。工时下降之后，我们就可以
砍掉我们的国定假日，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工时仍然是下降的，这是劳动部的讲法啦。但是问题在这里，休息日这个概念不是假期啊，它不是休假啊，它是变形工时的一部分啊，它可以拿来加班啊，但是假日不行吧？假日上班是一种例外嘛，休息日上班，现在劳动部的说法是正常啊，是常态啊，是可以加班的嘛，所以他怎么可以把这个休息日当作是假日，然后用这个算法来砍掉我们的假日呢？这个不叫代志嘛，这不赶快的物件。假日你若是要讲，我们工时要下降，很简单，假日不要砍嘛，再来周休，让它真正周休嘛，让它变成假日嘛，不是啊，你发明那个叫休息日嘛，然后再来砍我们的假日，这是谁听得懂啊？你说这样工时，你不会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你还假装你会达到这个目标，还骗我们说，哎，我把假还给你们了，天下这样是吗？得了便宜还卖乖，东北常威，东方东北更小。我如果平常一天工作领1000块，我礼拜六来加班，反而只有领660块，有人愿意来加班吗？没有。对，没有。因此我们在实务上，很多公司要求劳工礼拜六来加班的时候，他必须至少要给1天以上的薪水，要多给1天以上。哦，现在呢，官方就拿这个出来作为他所谓的德政，他就说我们现在把礼拜六，也就是未来新增的这个休假日这天的加班费要提高变成加倍。但是我们要讲，你不要继续凹了。你一直在玩弄这个文字，所谓的加倍，就是说平常月薪已经给一了，加倍只要多给一。但是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加倍就是要乘以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求，其实过去不管是礼拜六甚至国定假日，劳动部都用这种凹的方式，让我们的加倍都是只有多一。因此我们在今天要求劳动部要重新检讨过去所做的这个解释，未来的法条应该要明确的说，休息日国定假日来加班就是要乘以二，对不对？我们的国表义工会也许在两天院剧场，他们有时候上3天3个小时，剩下5个小时还要利用其他的天来回补，这是一种工时银行的概念，但是不是一个适合一个劳工工作的一个权利的概念。现在既然每周40工时已经是一个整数，没有所谓的七零十数，就不应该再继续存在变形工时。请劳动部，你这次修法里面所有代表劳工的团体，请你不要修出一个恶劣的法令。还有，我想告诉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在我们工作跟你见面的时候，你说7天的这个例假不会有人受损，可是告诉你，如果今天的这样一个劳动法令修了8756小时，每个劳工等于就是要多上56个小时，怎么会没有受损呢？我们要上去开会啊！怎么我们不是代表，我们上去开会。像是变形工时啊，还是什么？因为今天的那个议题是非常广泛的，所以等一下我们是不是？